睡懒觉是可以拖出去枪毙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真够可以的你，我都快把整个小区的人吵醒，你还睡得着？喂！真行，居然开外挂。你神经病啊你！现在才不到七点，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五点多才睡的？喂，我可是好心帮你治疗，谁知道你要睡那么晚啊？你真是！里面的人听着，已经被包围了，劝你乖乖出来投降，否则我们就要冲进去了。港台片看多了吗你？魏先生，我们是小区的保安，我们发现有人从窗户已经跳进您家里了。您最好先待在房间里不要动，我们已经报警了。嗯，你家是不是进小偷了？我去锁门。喂，你刚刚怎么进来的？跳窗啊！哦，哦，你个头啊！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自己我一直在你身边，别害怕，深呼吸，现在。你就当身边只有我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身边的人都在讲话，我怎么可能就当只有你一个？哦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你千万不要害怕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哎，你的墨镜呢？在口袋里。哦。现在啊，估计别人就不会觉得奇怪。